大小姐，这是我们新鲜摘的水果，你尝一下。酸死了，这就是我当大小姐吃的东西吗？对不起对不起，小熊，我跟爷爷告状，把你们全开除了。属下。爷爷，干什么呢？爷爷，你不是说带我去公司看看吗？给我当个总经理玩玩呗。总经理是玩玩的吗？上官集团上上下下几万人，那可是得负责任的。开个玩笑，总经理肯定是姑姑的嘛，我就给他打个下手就可以了。你就那么肯定是姑姑的？小时候姑姑对我最好嘛，爸爸走了肯定就是姑姑呀。你倒是挺会说话，以后啊你要对下人们好一点，他们可是在我们上官家多年的老人了。知道了嘛，爷爷，走嘛走嘛，我们去公司了。志强，走吧，带他去公司。好的，老爷。怎么样？没接电话。他今天有告诉你他去哪儿了？他说今天去船务见客户了。替老板见面？那人可是出了名的败类，他要是通知上官家。云吞，你继续打电话，我去找找他。哎，没想到他的女儿和他一样的优秀，这次我一定是站在你父亲这边的。再加上你给的方案确实比上官集团那个上官春燕要好多了，不管私人感情还是站在公司的立场，我都会选择你的。谢谢。嫂子，你在哪儿？怎么了？上官家的人可能在找你。上官家？对了，云总也来了。云苏，我马上回来了，你叫他回去吧。好的，您自己注意安全。好。进来。我，你这是在干嘛？你别过来，我要睡觉了。你干嘛不让我看你？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。你受伤了？我没事儿，就是一点小伤。我真没事儿。我真没事儿，不要哭了。干嘛？